没事，我觉得刚刚那场打太久了，我要加快速度。それが狙いだからな。スターダストレボリューション。OK。好。但皮卡丘被我弄断掉。但没有皮卡丘，我觉得有点危险。对不对？没有皮卡丘有点危险哦。好像其实还算够给力。懂意思哦，现在看得懂我在干嘛哦。不是一样意思吗？把皮卡丘吸力出起来 ，OK。それが狙いだからな。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少一康啊！真的少一康，再次。
靠北北鬼里，北鬼里跟卖鬼啊，你知道？小一样，过不去就不要过去了，你一定要保持七星的状态，不然你就会死掉了。OK， 下去，加一颗光。这边其实真的是不要开防守会比较好，因为皮卡丘扣起来就死掉了，这样是最稳的。实话，有可能是新珠吧，看一下。好，就是新珠了。靠北啊，都一样。下一关记得啊，半血以后再杀他，不然你会难打。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手下全光啊，因为我刚力道稍微抓一下，对吧？我建议先不要手下全光，因为你这样才比较好杀，你知道吗？这很关键哦，再讲一次哦，这一关不要锁掉全光，等到血过一半以下，你再锁掉全光，这样伤害会比较稳一点。那皮卡丘会不会断掉 ？OK， 天降不算。他伤害太高，我再把它断一组，还不到一半哦。OK， 一半以下 ，OK， 可以全光了。
哎、欸，没有需要玄光，漏掉。OK， 没问题吧？木有打起来，你们刚看起来都很好打。三回回复变零哦，那你现在可以先做叠珠，把三回回复变零。换一下，对我就要把它弄掉一下。你先做叠珠，好。对象来讲，好像没差哎、欸。对，要不变零，结果好像一样啊。OK， 好，开象。那你主要是要有强化腐蚀，这是关键，记得强化腐蚀哦。那有很多选择，你可以开星矢，开超人，或者开项羽。那项羽开了之后，再开别人。懂吗？现在开了再开别人哦。所以我的选择呢？我的选择呢？这一支都要写九亿哦，有点多。我认真讲，它有点多，所以我先开个天马流星拳，再开个再配力光线。OK， 下来，哎、欸，等一下，伤害够吗？九亿，有心思应该够。下来，这样，好不好 ？OK。有心思，天马流星拳，天马流星拳，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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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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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龙科，要龙科，你小看了一个人呐、啊，谁？平民百姓啊？关啊！怎么看不到？哦，五万六哦，这只五万六哦，这只有五亿哦，五亿开一个项就可以结束它这一回了。对，开个项就可以结束它这一回。弄这个老木珠。像你的高康数，基本上无意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吧？好，像你的 高康数来讲，这无意基本上是易如反掌，哦，加上皮卡丘嘛，好吧？大概十来亿吧，对吧？六颗风化哈，哇塞！这边可以磨过去的，是可以磨。有点多哎，他这个赛事哦，很挡画面，看不出有什么猪，你知道吗？有必要的话，你就该开一只项羽吧。妈呀，这一关开项羽，要磨一下。这什么猪啊？光猪哦、啊？这什么猪？水猪？哇，你老猪嘞，让我不能看。
水珠，水珠。怎么放这里？主要磨的话是要把这个像再把它磨回来了。我的目标是这样。当然你开超人也可以，听懂吗？要看版面哦。目前的版面开超人应该是可以，可是我不想开。这个阶段就是看你心脏够不够大哦。三回合，我已经快被塞满了，真的，我快被塞得满脸都是了。妈呀，一二三四，应该是可以。那、啊、我这个下去往下走，它基本上就是，有没有，就是五颗了。靠北，忘记不会回血了哦，他妈蠢了。没事没事没事。等下再开项就好。それが狙いだからな。喂喂喂喂喂，天下无敌。看不清楚，好像是火珠吧。这边的话，我是建议稍微磨一下啦。不过我刚磨的目的是希望项羽可以磨出来，结果磨完原本一个项羽就你懂吗？我本来要两只项羽，就搞到后来还是只剩下一只项羽而已。哦，这一关也是要一波爆发、啊。对，直接开一个项羽就好了。木珠吧，干，差点忘记手的存在，差点忘记手的存在，差点脸歪掉。OK 吗？没问题啊。这样也不能在天上的，因为在天下地也蛮幽默的、哦、呵呵。五组强化、哦、一样，奥佩里加光线哦。我想一下哦，要先开奥佩里加光线。感觉不用这个就可以直接干掉哎，可是他是九亿耶，我不太有把握。但是越扣越强，我觉得有一点危险。我就直接把它撸掉了。对，这样最安全。啊，好大的无曲强化盾。王一的时候记得暗珠要把它消掉，因为它暗珠会越多。乌云贝利达贝利东风暴，
我们被叫了千军万将的哥们叫了没事找了找找找找找就是战斗的那叫了千军了就把那叫了红军叫了叫了战斗叫了战斗天叫了长军叫了红军叫了把它突破 OK 了没问题啊，我刚刚翻译应该大家都听得清楚，其他我就不解释哈。这边要做两段式的叠珠，就可以把那个暗珠给它消掉哈。怎么叫两段式？我来做个示范，这是一段，然后这边再做一个两段，哦，这样就是做个两段式的叠珠 ，OK 吗？看不懂是不是？你看它怎么消你就知道了 ，OK 吗？两段式叠珠哈，学起来啊！啊，泰语对，关键是泰语，可不行。等一下会不会不想把它干掉？我总觉得危险。干，真的会不想把它干掉。OK。盖龙哥没机会出手了，我看一下、12颗哎，我操！再撑一回合，好不好？大家再撑一回合，好不好？答应我，你们要再撑一回合。OK 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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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7D2，确认一下。好，帮我刷一波七，我把龙科弄起来，好吧，帮我刷个七，帮我刷个七，帮我刷个七，帮我刷，七。OK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来了一波七哦 ，OK 吗？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我要开始喽。皮卡一季已经没有用了，皮卡一季已经没有用了。新死一季，哎呀，新死一季没有问题。提门流星拳。我思考一下，这没有屁用啊，这完全没有用啊，这招没有用，不行。これはゴールドクラス。それか簡単にな。見えた。なんと無数のチャンスの奇跡が。火の目が発現した時のみ、私は特質系に変わる。Time is up。エンペラータイム。エンペラーカチャリアイ、カチャリニアリ。一波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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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七呀，一波七呀。先项羽，没有要项羽啊。我打人呢、欸，我项什么羽啊？那项羽干嘛？不用项羽了。哎呀，你们都误会打人了，当然是不需要项羽的。来了一波七刷过去。你看我这满满的，哪需要什么项羽、啊？来，一波七哦，准备喽！
这样有全消吗？哎，没有，这样没有全消，不行，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OK， 一波七帮我刷过去，刷到他都看不到，他你都看不到。噔噔噔噔噔噔噔，龙科脉动，我靠，完全没天降。干，特别紧张，有没有？但一个都不能漏掉。各位观众，铁马流星拳，哦啦哦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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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这个宇宙已经保护好了哦。Of course, a people is not fool. 哎 ，fool， 哎 ，fool 还是 fool 啊？啊，擦擦一下 Z，OK 啦。啊，水珠王又摆一个啊，你要早说啊。OK， 不是没有攻击特效，它太高了，太高了。对，项羽 OK 啦，项羽就照这个剧本打，很轻松啊。没有问题，要完全照这个剧本了，好不好 ？OK 吗？没问题啊，双成就啊，双成就啊，没问题哦。我没记错，全光跟临死嘛。